你好，我是刘老师，今天要唱一首非常温馨的歌《外婆桥》。我轻轻摇的小 baby，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船儿摇到外婆桥。外婆说我好宝宝，外婆送我一块糕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抱着小 baby，或者是抱着妈咪，我们就这样摇摇。我们唱歌，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船儿摇到外婆桥，外婆说好宝宝。外婆送我一块糕啊，非常温馨的歌。这首歌我们今天唱它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要介绍的是粤剧。来，粤剧就是一句一句的话，我们现在念它的时候，我念摇啊摇啊摇啊摇。船儿摇到外婆桥，外婆说：“好宝宝。”外婆送我一块糕，有没有发现我这里有彩虹线？这种彩虹线我们在音乐里头叫它叫做乐句，小小的乐句，摇啊摇啊摇啊摇。船儿摇到外婆桥，外婆说：“好宝宝。”外婆送我一块糕。我们一般乐器的处理跟乐句的表现，大概都是句头、句尾会小声，类似“外婆送我一块糕”。外婆送我一块糕，我们不会念外婆送我一块糕，或者是外婆送我一块糕，听不到哈。所以，我们一般粤剧的处理，至少句尾是小声。我再唱一次，我唱，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船儿摇到外婆桥。外婆说：“好宝宝。”外婆送我一块糕。哇，非常非常温馨的一首曲子，尤其母亲节快到了，来，不要忘记牵着阿公阿妈的手，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摇啊摇。我们再唱一次这首歌。摇啊摇啊摇啊摇，船儿摇到外婆桥，外婆说：“好宝宝。”外婆送我一块糕，谢谢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小朋友要快乐，阿公阿嬷要快乐，爸爸妈妈一样要很快乐哦。谢谢，拜拜。